大家好，今日就同大家睇天使海嘅楼书。喺睇个楼书之前，有个 master plan 嘅，呢边最大一座嗰边就有2190尺，接近2200尺啦，同埋1400尺呢啲，几靓嘅。三间房望到海，个厅又系望到海。咁点解直厅嘅原因好简单啫，因为做横厅嘅话，佢冇咁多房望到海嘛。其他位例如粉红色呢啲四房，都系两间房再加个厅望到海。都是凹了进去啦，其实麻麻地1400尺那些都叫 very good 啦，是啦，三间房后面有一间不望海，这些都 OK 的，有对正个海啦，前面就有啲 mansion 同埋 house 啦，但是佢都是不叫做特别前排咯，前排就得呢排同埋呢排。如果你俾到佢咁贵呢，你究竟是买呢度啦定是买呢度，正常都会买呢度啦，相差几多钱你先会买呢，有趣。咁户型分布嗰边就有啲两房啦，500几尺，36间嘅啫，三房700几尺，15间嘅啫。之后就1000尺、1300、1400、2000到2100，诶呢啲就四房，有啲特色单位 ，total 就256间。咁我哋再及下呢张图，其实都要睇嘅，就睇佢嘅高度啦。你见到佢限高就95米啦，隔篱天龙系可以起到110嘅。雲景那邊可以起到120米嘅，隔離商業或者酒店用地啦，呢兩個咁都係95米高 ，OK 嘅。我哋睇下呢個最巨型嘅單位啊，點解咁把炮先？首先佢呢度有個私家 lobby 啦，一出門私家 lobby 呢個應該係走火通道去翻垃圾房嘅位置。廚房呢縫牆如果做 open kitchen 都做到嘅，不過正常應該唔會做啦。咁呢個應該係中廚區，呢個係一個趟門啦。咁呢度有機會係西廚區，掃過落去就工人房啦、工人套廁啦。呢邊就一個 area 早餐區 maybe。又掃過嚟一個長廳啦，廳長就9米，闊就6米2。都挺 wonderful 的，都是一个类似厅的设计，露台就用双趟门设计啦，个露台就一个 U 型的，右手边就有两间套房，厕所都挺多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一个厕所、两个厕所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厕所，哇 my god， 通常未必要这么多的厕所，不知道怎样设计了。咁呢度就主人房啦，呢、這个就係一个 walk-in closet， 一个 bathroom， 佢有淋浴同埋浸浴，一个豪宅嘅配套咯。佢主人房都好大，4米2、4米6，有一个弧形嘅玻璃，望到两边景 ，OK 嘅。佢 last 一间房个窗系向后开，唔系向呢边开，即系望唔到海呢边。佢要通一对。浴室就冇窗，冇窗，得主人房嗰边有窗。哇，工人厕嗰边都有窗，哇！一次太多，就呢度啦。1400尺呢间就入门就一个 private lobby 啦，一个直厅，长到咗8米同埋3米6，就窄身咗少少，不过 OK 嘅，类似一个女子厅。咁呢个位系做咩？饭厅？好古怪，呢个应该系西厨区，我估应该有啲特别嘢喺呢度发生。呢个就厨房啦，一个工人房，黑厕嚟嘅呢个。点解佢唔调转摆位咧？调转摆位咪呢个名词咯，特别。下次啦，房啦，主人房啦，佢呢个打质少少 ，OK。楼底高度就3米3，个方位嗰边就呢度啦，上楼一个即就睇系26楼啦，两间 A B 单位打通啦，就一个 Victoria Manor 嚟嘅，你嘅 Los Angeles 环听好煞色，我连一个平台。平台又有海景，呢边就第一间套房，第二间套房，主人房有个平台啦，有一个 walk-in closet 啦，有个主人浴室啦，浴室呢边都可以出到嚟喎，犀利！第四间套房呢、這个位系咩？呢个家庭厅，我就厨房咯。OK 嘅，总体嚟讲几靓仔，那个长度接近12米，再上27楼。天台有个扎古池 ，so far so good。